我这个视角看他们真的像两米。我不是人是吧？特意学了火锅，就是。哒哒。他这么高，我绝对不能跟他同框，我绝对不要站在他旁边。戴一个大圆帽子，就觉得有一种，渺小却抗击一切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岛的刀，今天来跟我一起看看在岛上又偶遇了哪些少年吧。Hello， 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他是幼猫喂奶小能手。个子太高老碰头，蚊子叮腿72，人帅心善大高个儿的孙承霄，看你怎么接。他是他是牛仔仔，他是牛仔仔。写了三句诗，你就这？他是最强辅助牛在在，蹲草达人牛在在，养鸡鸡头牛在在，不让我剪头发的牛在在。动出组合默契测试之共脑挑战，规则：每位少年说一个字，用这个字同步组词，共五人游戏，两人组词全部一致则挑战成功，失败一次则游戏失败。黑，3、2、1，头黑头，对，是吧？咱有技巧，有技巧。刚刚那个算是的啊，正式开始。哎，把底漏了，完了。第一个吃，3、2、1，吃晃。吃什么？这福建口音啊，吃晃，是不是？吃晃。好，下一个。等一下，我想想啊，好，时间了。好，等等，滑。3、2、1，华莱士。还有呢，再有仨。3、2，小。3、2、1，小刀。来到你。海。3、2、1，海之言。轻松拿下。还有一个。来，优吗？哦，优。3、2、1，优酷。可惜没有四个字，不然肯定说岛屿少年，对吧？那两位刚刚这个介绍有没有什么说法？他天天喂奶，然后喂奶粉，奶粉，他天天喂奶粉。那个小猫之前是看到人就飞，现在是我们过去踩着它，是吧？围绕着。是。你们捡的小猫吗？在这里还是？涛和徐飞捡。哦，对对对，他把他当亲儿子、亲女儿来喂。名字吗？饭团。前名是。全名是全名，前曾曾用名是，还有曾用名，有的有的。黑头，黑，3、2、1，黑头。为什么？这有片黑的。到时候我们能在节目里见到他，应该。黑头应该见不到，我们极力阻止这个名字。极力阻止。两位为什么来参加岛屿少年？刚刚是我先，现在你先。行，其实第一方面是想享受集体生活，比如初中也经历过转学，高中也经历过转学，然后艺考时期又转四回，然后大学时期也好多在家里上课的情况。当听到有13个人120天一块生活，我觉得特别吸引我，所以就来了。哦，我就是收集人生碎片，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岛上可以经历，我在外面经历不到的事情，然后去丰富我的见识。这个节目还挺好玩的，就是当时真的就是觉得有趣，然后就疯狂的想来。来了之后觉得好玩吗？也很好玩，比我想的还好玩。两位对彼此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？不知道现在有变化吗？我没有变化。你对他初印象是？我对他初印象是他这么高，我绝对不能跟他同框，我绝对不要站在他旁边，现在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所以刚刚你们会的时候站那么老远是吗？不是，他和董力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站在一起，然后我站中间的话，我说实话就是说一个镜头应该拍不到咱们，得要上下分开来拍。那邓老师呢？对他初印象就是船舶练习，他拿那个小喷火器，戴一个大圆帽子，就觉得有一种，渺小却抗击一切。好，真是不错呀，毛升华了。抗击一切，对这种感觉。然后但现在其实交流下来很多很有意思的点，接梗也能力特别强，这种
属于开心果吧？开心果，对。那如果给你们的组合起一个名字的话，你们俩会起什么名字？动物组，动厨，动物组，厨房组。我俩目前负责后厨这块。那你主要是负责猫，然后主要是负责鸡。嗯，对，然后他还有那个流浪猫狗的一个小的计划。对，我是会计，我是会计。没有，他也是落实的。你们每个人都身兼多职。对，是。就是一开始没有养之前会害怕，现在养了之后发现，哎，其实也 so easy 这种感觉。我一开始其实对于养小猫来说经验比较少，我之前养过猫，但养的直接就是大猫。我也从小养过一只小边牧，从小养到大，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带狗的经验。包括我家小狗现在会开关灯，然后马上教它滑滑板，然后它是那种给它扔在水池里，它一下子就会学游泳的那种，很聪明很聪明。然后刚看到这只小猫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它的那种聪明头，就是它能看人眼睛，它一边又想让人摸，然后一边又凶别人。猫好像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然后很可爱。你是按训狗的方式在养猫吗？不是的，我搜一些短视频来看怎么从小养猫。再再也帮助我，比如前两天我离开的时候，他帮我喂喂猫啊。我即将会有一段时间去喂这个事儿了。对，因为我要上鱼排了。那养鸡呢？养鸡这真的是跟我老家养鸡天差地别。我老家养鸡就是走地鸡，你不用放笼子，就是你每天，它就会过来。对对对，它就会过来，过来以后就直接放笼子，然后就很放心。在海岛上这边最艰难的一点是它的气候非常不稳定，前几天连续下了三天雨，这个鸡它不出门，然后就会把那个巢里弄得很湿。然后我问了我的舅舅们，这个鸡这么湿有没有问题？他说你养鸭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就对，然后说养鸡可能不行。其实对于你们来说还是蛮有挑战的。全是挑战。在你们合作的过程中，有没有最想赞美对方的一件事情，或者最想吐槽对方的一件事？咱们吐槽吧，别赞美了，我尴尬。你尴尬？我真尴尬。咱们吐槽吧，吐槽潇潇。那他可以赞美，你管他呢？我就是要管他，气死了。赞美就完了。我觉得其实我俩行动力能搭在一块儿，这个特别好。如果一个事情要筹备很久然后再去执行，那就会消耗很多时间。我俩有时候就比如那可能有猫，我们要拍照，然后走吗？走，就走了。说走就走。对，你吐槽还是赞美？我当时赞美啊。我怎么会吐槽呢？刚刚不是这样。咱们吐槽吧，别赞美了，我尴尬。把我说成这样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潇潇做饭非常好吃，就是跟你说潇潇做饭好吃到什么程度哈，只要就是说你点一个菜，他马上做出来，就跟你想象的味道，比你想象的味道还要好。每天就是说许愿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之前就是有一道菜这个岛上也没有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番茄炒蛋，我说哎想吃番茄黄鱼，然后潇潇说可以啊，然后就做出来了。但是岛民觉得也就是地域差别，对，地域差别，但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不错。来之前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会做饭的人在这个里面的吗？是，我还学了，你还学，特意学了火锅，就是上房顶，对，然后还不敢做饭了，后面就油温过高下水。然后直接就温度超高，一下就冒火，或者又贴边的，就上去了。然后从此以后你就收手了，不做后。收手了。但现在我拉着开始，他马上精进。马上精进，看到我的进步吧，优酷视频的朋友们。你们觉得最默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走，就是这个，说走就走。最想拥有对方身上的什么技能？身高。一秒都不犹豫的。没有犹豫的。分给他十厘米。我是不是太贪婪了？那你十厘米够吗？想要再要点。你管董力老师要吧，董力哥。行，你给他十，我管他再要十。然后你就超过我们了。我这个视角看他们真的像两米。我再也不会跟董力还有孙承霄走路了。如果没有了对方，在节目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？没有点菜机，没有鸡。好。居然没有
小白鸡，我们小白鸡是不可以吃的。这是小白鸡啊！小白鸡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还有十三只鸡。经常开玩笑，牛仔仔限定小鸡。那养这个鸡是生蛋，咱们吃蛋。两位能够成为后厨最佳拍档的原因是？闲不下来吧？我弄这边，你弄这边。对，我就把它到这儿都归你啊。对，然后我还把它加货。那我这是有节奏的。没事，我们在流水线呢。配合默契吧。你们都是属于眼里有活的那帮人。对，直接就做了，什么事儿直接就做了。有没有最想成为对方嘴替的时刻？有，有的时候是就是。我为什么会说有啊？不是你啊，你没有犹豫你就说有了。就是我想成为任何人的嘴替啊，因为我嘴快嘛。想成为每个人的嘴替。是想帮他们骂人哦，骂人是我的一个，就是对所有人怼的一个状态。那夏老师呢？有吗？我想给他延半个小时起床时间。我也想要给他延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因为每天起得太早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很勤奋的。九点打卡。八点五十起床，有时候会早一点。如果一觉醒来了，岛上只剩你们两位了，感觉能活多久？小荷包在吗？无限呢？对啊，活到死啊！支付宝啊！我看过《生活技巧》，然后我也会露营，平时玩。大早之后，两位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吃，吃好吃的。花钱消费，消费。分享三张最近在岛上拍的好看的照片吗？分一张吧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。哦，那我觉得有了。最近经常用的，每人挑一张。我先问他行不行吧。还有我的事儿呢。啊，这张真的很经常用的。你表情包吗？这张好好用啊。你看不看我把那啥发？这张你也挺帅的，你自己斟酌吧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双下巴都要出来了。那我这样给他看，他如果让我发给他，我再踢一下，直接分享了，可以吗？这个好吗？不好。过，我拿给你来一刀得了。行。那我们到时候可以 P。先展示，我直接展示了。我得再找一下。我先展示，这张很好用，是吧？还可以吧？可以。逃喽！逃喽！这是我的。直接拿走了。平时大家都是会互相做表情包的，对吗？就是把大家的照片都做成表情包的。我们有个大户，小马哥最多。大户，他不在场，我们就他不在场，我们就不展示。是，除非他有一天跟我们一起，就给他来一个。就是别的就不用聊了，我们就解释每一个表情包就有了。动车组合默契测试之解毛巾挑战。拿两个令牌，等下我写一下他们现在。记得看我的视野，应该是从这头穿过去，然后从我的头这穿过去，然后咱们俩从脚下出来，我猜的。没有，我真没看，我真没看。那规则是什么呢？规则就是你们解开了算成功。对，所以是只要解开了就成功，不能松手。不能松手。对，好，解开了就算成功。3、2、1。你绑了个死嘎带。是这样吧？我记得。走了。你这和这样有什么差别呀？记，我记得这是一个。等等啊，等，不对，不行。这人怎么有点近视？我得穿一下。不对，我想一下。等等啊，我从这沿。不对，那我这样和没差呀。怎么样？有想法吗？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这样。你们可以直接认输。不松手就行，是吧？对，不松手你们过不了的。惩罚也很简单的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，没别什么好批。相信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记得《甄嬛传》，你记不有一集，
就连环是吧？你要碎一下的。好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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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试一下啊。哦，你试一下啊，等等啊。我试什么？不是，我从这儿穿过去。哎，叫。你在干嘛？好好好。哒哒哒哒，哒哒！没有，我还可以给你修好的。点开了就算成功。他下一组，他们如果输的比你们多，你们就不用上牌。哦，赌这一把可以。那我都上鱼牌了，一会儿。我都上鱼牌了，一会儿。我不是人是吧？我们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就结束了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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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牛蛋蛋，你不要跑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。你真棒，真棒，牛蛋蛋，谢谢。